为邻舍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没有忘记你的教导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哪个是我的邻舍呢？你说，当我们将医治的油和酒涂在谁的伤口，将仅有的炉子给谁骑上，谁就成了我们的邻舍。为此，我们感谢上主，在你的引导与加力之下，我们这个城多了很多邻舍。良心老板在慷慨的捐助，社企义工守护独居长者，素不相识的方众互赠物资，教会肢体竭力送上一杯凉水。圣灵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发动了人心所存的善，叫我们在严寒疫情之中一再看见温暖人心的六轮互助。你给我们看见那份源于你的爱，每一日在这个城市中涌流着。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